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海绵爱生活。绘画让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。随着时代的变化，绘画的技艺和手法也在逐渐的发生变化。近日，有一种在国外迅速流行的一种绘画手法，似乎格外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。这种绘画手法已经不在于局限于画纸上，而是随走随画，在街头巷尾、墙上、地面都可以任意作画。 艺术家会通过自己娴熟的手法，在地面上绘画出各种各样、效果逼真的画作。有些是为了给街道带来特色，有些是为了整蛊路人。据说效果非常的不错，很多经过的路人都看不出这是画作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会被画家整蛊到，纷纷绕道而行。就比如说一位外国美女在街头的画作。 这位美女在路面上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 iPhone，让大家都以为是哪个粗心的路人一不小心把手机掉到了地上，都迟疑了一会儿，甚至还有人信以为真，想要把这部手机给捡起来。但没想到，这其实是一个画出来的手机。别以为他们只会画这些小物品，近日立体画家们又出动了。画家和他的朋友们在马路中间画了一座断裂的木桥，让不少司机都中招了。 他们在看到这幅画，着实吓了一跳，都以为路面上出了什么问题，赶紧下车查看，结果才发现是虚惊一场。这搞笑的画面让人忍俊不禁，同时也佩服画家们的艺术功底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